今天所要思想的是传道书的启示。当你去读传道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最多最多出现的字是虚空，虚空。那圣经上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边空，那边也是空。所以我对传道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一个空空空。好，那我会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学校那是在读国中的时候，国文老师出题目让我们每个人来写对人生的盼望，所以我就想虚空，好吧，我就把它写进去。所以说东也空西也空，那任何地方都是一直空，所以整篇文章里面都是虚空虚空虚空的这样的描述。老师，我记得老师给我的一个评语啊，当然我知道人生当中都是因着作文，因着作文让我在这个评语上面也觉得，第一个是小学老师，我说人生要像开火车一样，坐在火车头上面，后面拖着十几节车厢，能从南到北，好像行。可是老师上后面写三个字，没出息，没出息。我当时真的是泄气，我有那么大的雄心大志，可是你竟然批评我是没出息，所以这是作文里面我所得到的。那第二个的就是这个虚空的虚空，所以老师在作文后面写空空空，你到底在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虚空的虚空，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把它套上去了。这是在我人生当中有几件事情是跟国文有关系的。当然第三件事情是学校，我们会举行，每一年都会举行学校成绩最好的或者是品性最好的，当然成绩最高的那是不可能是我了，所以我在拼这个什么超性成绩要得第一啊，我拼命的去参加乐队，拼命的去参加什么他们的活动社团等等，我都参加。所以每加一次小功啊，或者是加奖就会加分，他们有他们的标准。所以有人通报我说你大概是第一名了，我想我第一名了那真的很高兴，所以就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也是跟我一样拼命的要得的第一名。学校没办法，我们两个是同分，是同分，那怎么给呢？只能给一个奖啊。所以学校发明了，就说好吧，那我就拿你的国语成绩啊。我想到那就别谈了，所以这么比来比去，我就变成第二了。这是在国文方面，会觉得好像跟我好像有那么一个距离，总是那么碍手碍脚的。可是感谢神，神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对于人生到底是充满着一种兴奋的心情呢，还是一种忧伤虚空的心情？你对你的人生到底是虚空的呢，还是怎么样？来，我们先看圣经上怎么说。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在旧约804页，旧约804页，传道书十二章第13节。好，我们一起同声重新慢慢的来读，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或做这是人的本分。我再读一遍，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做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是连一切隐藏的事，不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都必审问。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认为人生就是这样子，快乐也好，不快乐也好，我们也是这样过去。今天天气刮风下雨，或者是晴天大太阳，我也是这样过了一天。圣经上说的没有错，你看就在11章的第9节，就在同一页上面，你可以看到11章的第9节怎么写呢？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神必审问，跟12章最后一句话也是一样，神必审问。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的生命里面，总会去经历许许多多你会欢乐的事情，你会快乐的事情。可是神在很多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去经历到一些让我们的心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会让我们掉下眼泪，掉下无奈的那种心思。我们可以翻到第一章，我们看见作者他这么写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会，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葡萄，也有生在家中的葡萄，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你往后看，他真的用尽了他的心，我要为自己好好的来预备。第一章怎么说？第一章说万事都是这样，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在第二节就开宗，明义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你说这本书真的有一点点灰色，在整卷传道书就是灰色啊，应该从圣经里面给除掉。可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这里，要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去思想，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神的话语摆在这里，不管它是正面的，是负面的，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看见。所以在第12章说，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怎样，敬畏神，要我们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不管是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在每一天的日子都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他说，我要为自己来盖造房屋，我要为自己栽种葡萄树，我要为自己修造这些的啊田野啊，我要在这其中，我要用各样的果木来让自己享受。他说，我要挖池子酗酒，哇塞，很多的东西里面。可是他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这样空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过去。真的，
很多的事情你再怎么抓住还是会过去。我跟我的小孙子最大的一个争执点就是他也喜欢火车啊，这个火车对我来讲好像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说这个火车是我的，他说不是我的，所以他进我的书房看到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也要，哎呀我都觉得这个不行，这我花钱买来的，这我摆在这里，所以我就必须用方法把它藏在高处，高处很高的地方，让他怎样没有办法伸手去抓这个车子。人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抓这个抓那个，我们会抓的。事实上今天当我们去想传道书的时候，他说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抓也好你不抓也好，人生当你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步伐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成为一个空的东西。前天大前天吧，他的弟弟到我们家来，我说来，我这边有一袋严伯伯留下来的东西，好，我让你看啊，周伯伯啊留下来这些东西啊，你看要不要带回大屋去？好，我说我们来看看里面什么。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照相机，照相机，一听到照相机，我们每个人都有，哎，照相机是很名贵的，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这台照相机是135的。啊，有人懂一三叫一三，就是135底片。你现在到哪里去买底片？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根本没有底片，所以只有一架空相机摆在这里。这架相机到底有没有？人生在买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的一台机器。可是等到当我人生终了的时候，这架机器就成为什么样？好像没有用啊，我带回去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会好像保护它，保护到最后会说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还有第二件东西，他的手表，他的手表，但是我知道他的手表，真正的手表，我现在不知道那只手表是沦落到哪一个人手中，我不知道。但是他留下两只手表，王先生告诉我说，他是什么样的手表？我说是电子表啊，他说这电子表我现在不用，我现在不需要。为什么？现在电子表太便宜了，电子表太普遍，所以这个电子表没有什么意义。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紧紧抓住的东西，也许到末了我们都会说都是这样虚空，真的都是虚空的。那我们今天到底抓或者不抓？我跟我的小孙子说，这个火车将来有一天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会归给你的，可是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就要抓，不行啊，我不能给你，他就哭啊，等等的，他会觉得我一定要这个东西，但我会觉得很不舍哎。可是人生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抓住什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看人生到底是虚空呢，还是一无所有？让主亲自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好，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告诉我们在传道书的总意。当然我们刚才没有念完全部的这个传道书，你去念它去读它的时候，虽然它只有12章，可这12章里面每一章里面几乎都是谈到了你要读书要智慧，可是转念之间好像很多东西都是空的，好像一切都没有了。
当你说我要劳碌，拼命劳碌，劳碌的工作，可是劳碌到最后，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吧，也不过是如此。我有钱了，我不过也是吃一碗饭；如果我贫穷，我也是吃一碗饭。今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第三章更有意思。他说：“食有时候，栽种有时候，拔树有时候。”我们常常念这段话：什么时候有食，什么时候有食的，什么都有定时。可是，在这些的定时的当中，你会觉得世人好像也是这样的啊、是虚空的。到了第四章，你看到有一些人受到虐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觉得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要看着别人享受呢？为什么要看着别人的幸福呢？可是到最后还是空的。好，我再念下去，你会觉得圣经好像带给我们是负面，不是哦，圣经不是带给我们负面，是带给我们机遇。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来思想，今天你算，就算你是有钱，他到最后来还是空的。王永庆有没有钱？当然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可是王永庆真的是很有钱，很有钱，可是他有钱到最后这样，子孙闹分家产，被子孙分来分去，吵来吵去，甚至在法院里面彼此之间告来告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富有，富有也是一个虚空的东西。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所以圣经说，第一个我们要敬畏神，总义就是要敬畏神。在十二章里面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义就是要敬畏神。当我们去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不改变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公义和权能，可以拯救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需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当你去敬畏神的时候，你那些世界上的事情终究会怎样？会过去的。终究很多的东西，也许你当时候想的是这样，可是到最后你会觉得还是敬畏神比较重要。所以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件事情呢，是提到了我们要谨守他的诫，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在神的面前，神愿意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语而行。你看旧约那些的使徒，那些的最早期的那些的使者，他们任到任何的地方为神逐一做台，他们到任何的地方照着神的话语行，当神说什么时候，他们就是愿意这样去行。他们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今天上帝也在你我的心里面，也对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当神对我们说这是正路，别人说哎，不要听这些，这不是正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到底听上帝还是听自己？让神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的时候真的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干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我们就开着车从中部往台北方向走，我突发奇想，我不要走高速公路，所以我走了一段是省道啊，对对，那天是福音队结束我们回来，所以我们就走省道，我们就开始在省道走。那我们来到了苗栗，苗栗告诉我们说，哎，我要往前直行呢，还是往右转？嘿，当时我就在犹豫了，到底要怎么办？谁信没有个声音说，就往右转吧，往右转。好，我就转右转，所以后面车子就跟着我右转。哎，这个转呢是正确的，没有错。这个右转，当时从专科学校右边的路就下去了。好了，来到一个路口，说：“哎，出现两条
条路，一条是上桥的，一条是走桥下的。在心里面就会有挣扎，你会不会常常会遇到这种？当抉择的时候，你抉择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到，前面看到的另外一条快速道路的，我说我就是要走那条路，所以我就说没有错，我就往下桥下走。好了，这一走就不得了，我们走下去呢，告诉我禁止左转。我想这下可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再通过这个桥下到另外一个路口去回转回来，然后才上这个快速道路。很多的时候在心里面会有神的声音，会告诉你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偏偏说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是从桥上走的话，你直接就来到左转道，左转道就可以右转。可是我从桥下走，那多绕好多。今天当神说这是正路，在他的律例里头，神告诉我们当这样行，当敬畏神，当赞美神，当着在你的心里面感到，你说不，我现在没空，我现在没有时间，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也许你正在忙，可是上帝告诉我们放下一切，现在神的面前来亲身。所以第二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第三件事情呢，要知道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人当尽的本分，你应当要尽的，不是要去给予的，或者去看你的时间，而是你应当要尽的。我们要来敬畏神，这是上帝所要求的。神说我们要来在神的面前去遵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律例典章诫命，我们要照着去行。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总意，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那么你要敬畏神，你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我们现在是从后面往前看，传道书他所给我们。好，那我们来今天人生为什么我们会是虚空的呢？我把它分成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看不到，人生是看不透。你看不透你的人生吗？如果你看不透人生，那感谢主，你的人生你知道该如何。可是我们对于人生的道路是看不透的，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今天你上飞机，飞机知道它是要往哪里去。今天你做任何事情，你知道这个车子是应当怎么走。可是对于人生的道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不透。我们来看看第一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看不透人际中的纠结，看不透人际中的纠结，争斗后的隐伤，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紧抓不舍。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为了利，为了名，为了一切，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走。所以我们对于人生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应该是这样，可是没想到隔天我的所有的财产没用了，可能隔天我的工作没用了，可能你今天跟老板嘻嘻哈哈，可是明天可能老板说请你走。人生真的有点摸不透，所以我说第一件事情是看不透，看不透。神给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今天，在今天你要去珍惜，在今天你要去爱惜，在今天里面，神说你当做了。明天是什么？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不必要去担心，不要去烦恼。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了解自己。好，第二个呢是看不透喧嚣中的平淡，繁华后的宁静。好像我们人在这个世上也常常是这样，好像喜乐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孤单，人生有些孤单。我们敬爱的阮教师，他生日的时候，
我们从台湾，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寄一些的礼物啦，或者是卡片呢，去给他。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寄了一张卡片给他，电信局呢很调皮，电信局呢知道这是一张生日贺卡，而且这一张生日贺卡是对一位90多岁的老人，所以他们在生日的当天早上派了一个人到他的家门口去为他唱生日快乐，很特别啊，为他唱生日快乐。所以他打开门，哎，怎么一个人站在那，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唱生日快乐。你会想到这一幕吗？不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就是人生，人生有时候会让你突然间想到，可是有时候人生不知道前面会遭遇到什么。我常常讲的那个桃园车站的今日大饭店，当霓虹灯在那边闪啊闪，我们坐在后火车站看着那个灯，等着我们要到金门去啊，在这个路程的当中不知道哪里可能会削耳朵、削鼻子等等的，不知道是什么。突然那个今日的霓虹灯啪的一声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个时刻，就是今日已经来过去了。来的是什么？是明日，它不叫明日，它叫做今日。那它必须等到第二天那个霓虹灯才会再继续的生。今天也许你说我不会过去，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当今日过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生有的时候看不到明天是什么是什么，所以神说不要为明日担忧什么，不要为明日在神的面前你烦恼什么。你要知道上帝有恩典给你，上帝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你去施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必为这些事情烦恼，上帝会有恩典给我们每个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人生我们常常看不到的是时时为自己制造紧张情绪。你有没有这样的情绪？给自己制造紧张的情绪，明明不需要烦恼的，不需要为一年以后烦恼的，不需要为十年后烦恼的，可是我们却把它拉近到今天，在今天里面我们就想十年后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在现在去烦恼什么，神给我们的是够我们用的。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人生当中虚空是因为看不透，看不透。好，那我们来很快的来看第二个就是舍不得，舍不得。哎，你舍不得什么？很珍惜、很珍贵的东西，舍不得。这些舍不得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它曾经是过去人际当中的一个很精彩，是一种不败岁月啊，是那种虽然这东西，可是我没办法抓住这个日子。当我去领奖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家给你鼓掌，可是鼓掌完了以后呢，好像什么一点，可是甚至我觉得有一点欣慰，欣慰觉得，哎，你们不知道吗？我得了奖哎，竟然没有人理你，竟然没有你是谁啊？没有一个人理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舍不得过去你的丰功伟业，舍不得这些。这些终究是虚空，是会过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提到的就是舍不得居高时的虚荣，得意处的掌声。居高处的虚荣，得意处的掌声。我们会不会回想这些呢？当你爬到人生的高峰的时候，人家给你鼓掌，人家唯唯是诺，
人家每一个人都说是，可是当你来到了低谷的时候，也许你会忘记了过去你说这些，可是在你的心里你会觉得舍不得这些东西，这些的经历，这些的看法，所以我们常会舍不得。第三件事情呢，是名利权呢常常会祸害众生，因着名，因着利，因着权，我们来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如此吗？所以，所罗门他写下传道书，他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空空空。今天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空？你会不会觉得过去我是怎么样？过去我是做什么的？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今天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办呢？我记得以前我常常喜欢提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候是在现在这个台北车站附近的那个邮政大楼，那当时候是电信大楼，这个电信大楼后来跟总统府边上的邮政局也是一块大楼。两个交换，让它成为机房，成为电机的发报的地方，因为总统府需要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两个交换。那当时我父亲是一个发报员，就是电报的，我也不太懂，还有什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些东西啊。那他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后来电信局改组了，那改组的当中呢？一刹那之间他就往上升，所以他选择了他当时告诉他说，我们派你去三重，成为三重电信局的局长。我父亲一听到这个嘣的一声倒下去，因为他觉得 no， 我不喜欢三重，三重是三教九流，是那种流氓，然后谁敢去呢？我不去不去，所以我父亲不去，所以他急着就在电信局昏倒，那大家看认真的怎么是这样子？还好，当时候我们本堂的一位执事叫做孟祥林，他正好在一楼做警卫，他一听说有人昏倒，就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跟他说是谁啊？啊，一讲到我父亲啊，他知道，所以立刻给我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跑得比救护车还快，所以我到了那里把他送到当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机，所以我把他送到仁爱。慢慢急救回来，所以我当时候就会常常想，后来电信局改组了以后，让他就能够去选择，只要不要当局长，那你到市营去好。他说我也不要，我不当局长就是不当局长，所以他去代理了局长，大概两个月吧，他两个月以后退下来，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就说这样好了，就让你作为一个副处长。在电影局里面，在当时候民营单位副处长是一个很高的地位，有宣教师要申请电话，他说对不起，电话大概要半年以后才会给，他说没有缆线。那我跟我父亲讲，父亲说来简单帮你解决，当天电话就通。我不知道这个电话线是什么来的，据说他们是去拉那个电缆，然后把那旧的已经不用的电缆，他们那丢掉就丢，等到以后报废就算，然后换新的电缆，然后再给你，所以要半年，他们把它拉开，把它检查，然后接起来 ，OK。所以我口口声声的说，我父亲是什么？是营业处的副处长，我会这样子告诉他。甚至当电信局的员工来我们家修电话线的时候，或者是装什么缆线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哎，我也是电信饭长大的，咱口口声声的讲。”可是他们会问我：“哎，这人物是谁啊？”我说：“我父亲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没见过他，我没听过他。”我告诉你，那已经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他们当然没见过了，他们更不用说听过了。今天到电影局，你如果再说啊，我父亲以前是营业处，
我告诉你一点，人生就是这样，当你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可以扬名立万，这些事情万事亨通，可是当他人走了以后，真的我们会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上帝说敬畏神比较重要，遵循神的话更重要，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看不透，第二件事情是舍不得。那我们来看第三件事情是这样，我想你应该知道，就是输不起，输不起。第一个我提到的就是输不起一段情感啊。如果一个失恋的人去问他什么叫做输不起，他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输不起。好，那接着第二段呢，我提到的就是输不起一载人生之败。你成功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淡忘，可是你失败的事情永远刻骨铭心。我真的会觉得人生在这世上就是彼此的竞争，彼此在那边计较，在很多的事情我真的是输不起，所以人生会空虚，因为我们都投入在这里，我们忘记了要敬畏神，我们忘记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思，说这些都要在，所以我们会输不起。那我们来看第四点，是放不下，放不下。一个人生活在患得患失的漩涡之中，放不下已经走移的人与事，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会尝尽苦头。我会对银行呢有一点点的戒心，就是银行的人总是问你要提前干什么，你要做什么。那不但是这样，连存钱他们也会斤斤计较，拿去看了又看，然后到了数钞机数了又数，然后再看看你，然后这钱是你的吗？哇，那是会觉得很伤感，你为什么要问这种话。后来有一次真的他们问这些钱怎么来的，我真的是怒火来，我自己存的钱，为什么你要问我这句话。在银行里面行员就是这样问我。当然我后来这家银行终止，他是永远拒绝我，因为他问我这句话。可是事实上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因为我存有一小笔钱，不是很大的钱，但是存有一小笔钱，这是我的钱，我认为这是我的钱。可是我忘记了一件事情，你们猜猜什么事情？我们的台币换了版面，换钞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拿了旧钞去存钱，他看了一看，想了一想，两个看起来很像，可他总觉得这个不太对劲，所以问我这些钱真是你的吗？我们有的时候会怀旧，我可以把这个钱存在我的私房钱的地方，我可以放个10年，放个20年，甚至我可以放到终身。可是对后来的人，对，有用吗？可能没有，可能你要拿到台湾银行去鉴别，这到底是真钞是假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是放不下，放不下，它太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那有的时候我们放不下，在放不下早已成功的是跟非，对或错的事情是早早2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心里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什么我对他要这么讲？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会尘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因为我们放不下。但经历过看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难怪我们人生也会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一切落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在那计较，在那边压着很多的东西，真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要去经历这些看不透，去经历这些舍不得、输不起，还有这个放不下。当放的时候就放下，当抛弃的时候，我们就抛弃，交托在神面前。所以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的环境性。好，把这些虚空的事情暂时抛到后面，我们来看看人生要追求什么。我把它分成三件事情，人生要有三个得到。第一个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啊，今天很多的事情会闯祸，会造成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沉不住气。沉不住气会怎样？会出乱子。沉不住气的时候，可能会彼此对打。沉不住气的时候，我们会闯祸很多的事项，我们会在人生的当中造成一些事情。当你沉得住气，是睿智的彰显。当你沉得住气的时候，是理智的沉淀。当你沉得住气的时候，是成熟的标准、标志，在神面前。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沉得住气。弟兄姐妹，沉得住气，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也许你说，哎，恐怕不容易。可是神说，我们必须要沉得住气。为什么我们沉不住气？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交托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仰望在神的面前。神会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难处，也许十年，也许十天，也许一个钟头，也许马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沉得住气。我常提的，我们的周俊长老，当他公司里面，他好苦心竭力栽培一个年轻人，要把棒子交给他的时候，他在那个工作，那个公司在那个整个行业是不得了的，比历史在台湾的代理签证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事情他可以面对。可是他发现到这个年轻人在要交棒的时候，发现他亏到了功法，哇！这下他真的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他在公司里面真的是，是很特别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公司里面，那接待小姐请我进他办公室，很快到办公室坐下，然后他告诉他说去预备饮料，所以很快就很快去拿了一杯白开水来摆在桌子上，请用。白开水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在我的观念，可是周经长连头都没抬，就瞪了他一眼。啊，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又把白开水又拿走，换了一杯可乐进来。哎呀，我说这个威严真的是培养。可是他遇到的这些事情，要交棒的人是这样子。好了。当他遇到这些，他沉得住气。他提早下班，他来到礼拜堂，那时候礼拜堂还没开门，那礼拜堂灯还暗，他进到礼拜堂，他跪在台前，不是这个讲台，是我们当时候那个高高的那个讲台，他跪在讲台，主啊，开讲，他为这件事情他来祷告，他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然，神有垂听他的祷告，神垂听他的祷告，神解决他的问题。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能不能沉得住气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是提到了弯得下腰，弯得下腰。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弯腰，这个弯腰好像没有面子，这个弯腰好像啊，为什么是这样？弯得下腰是。做人要低调谦卑，海纳百川，能屈能伸。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必须让自己的腰是弯下来。这个腰弯下来就挺不起来了吗？不会的，上帝会让我们经历这件事情，弯得下腰。第三件事情是抬得起头，抬得起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
抬得起头呢？身为在逆境的当中，或者是顺境的当中，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进取的心。当然，我讲的这些话，也许你会说，不管是弯腰、低头，或者是谦卑等等的事情，可是真的，上帝老早就有话语，神主当的骄傲的，世人可以讲谦卑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要去得到三个的。第一个是什么？要沉得住气。为什么沉得住气？我交托给神，因为我仰望神。第二件事情呢，要弯得下腰，我能够在很多事情低调谦卑。第三件事情呢，抬得起。当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这样的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快来看。第四点，第四点我不太不再把它给延伸，我只是来看这种话语。第一个，人生当追求，人生应当追求。第一个，生活之美在于品，在于品。第二件事情提到的是朋友之美在于诚。第三件事情，学习之美在于悟也。好，第四个，工作之美在于乐。第五个，社会之美在于共。第六个，做人之美在于舍。第七个，人性之美在于善。好，前面人不管你的生活，不管你的朋友，不管你的学习，不管你是在碰到什么，跟后面的几个字，品、品格、诚信、付出道理、乐、喜乐、公、公义，还有舍，还有这个善，这些的事情是我们今天人生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必须要去珍惜的。所以上帝在传道书，我们不要把它看成这是一个灰色的东西，在这个灰色的话语里面，或许会是这样子，可是上帝在他的话中会话语告诉我，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在这整个的一个事项，让主亲自的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在传道书的目的是要我们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因为末日会有审判，末日会有审判。第二件事情呢，是要知足，尽情享受上帝的恩赐。上帝拿什么良器量给你？我就是甘心的，就是在神。神今天给我100块钱，100块钱我是存在神里，感谢神，神给我100。你不要拿这100块钱去跟王永庆比，王永庆是亿来算，那亿跟这个百好像差距太大，你越去比，心里就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很多时候需要这样子来进行。好，下面有一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吧。啊，这首歌我们在 YouTube 上唱的，那会唱的很大声的唱，不会唱的你也能唱，在神面前求主来引导我们。好，来。生一切能像你那样保留，人生真的是很好，保不住啊。人生一切能像你那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像一切能像你不那样。
当你的同工能够再从头播放一遍。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也许你可以看着荧幕，你可以想着里面所说的话语。因为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做不到，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在这些虚空的后面，神说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抓住的是敬畏神，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经历耶稣多深，或者是经历耶稣才刚刚几天，没有关系。今天在神的面前，耶稣爱你，他为你留些什么，他要进入你生命里面。也许你说人生是虚空的，可是不管是虚空或者是怎么样，你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恩典，得着祝福。让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扬声。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祷告不够好，让抓住边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神爱你，神要祝福，神要把最好的礼物给你，让我们人生在神的面前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